Hello，大家好，我是羽毛，欢迎来到我们的 Gravity Rush 2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那我连特地连主题都把它换成重力异想世界的。好，那我们第一集哇，终于玩到了，准备开始咯。那如果没看过重力，没玩过后没看过重力异想世界一的，主要就是说呢，刚刚右边那个少女就是我们的主角，叫做什么？我忘记了，啊，太久没玩了。Flurry Evo， 压力极低。哦，对，他们的讲话的语言是很奇怪的，就是不是地球的语言。矿工，应该是重力场吧。没什么。我以为他飞走了，超危险的。地平线。他们的岛都浮在空中，我记得是这样。对，每个岛都在空中。哇，这是什么气球吗？我是矿工哎，四号采矿场。哇，是好多碎片哦。好险，查四周。L 是移动，然后 R 是瞄准的 ，OK，Option 里面可以 OK， 不用改，目前 OK 的，对，很亮，很清楚 ，OK， 顺利啊，要把我拉到那么低，不知道要干嘛，越来越近了，气层。忘记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刚刚的画面右边就是女主角嘛，然后左边就是另外一个会重力的少女。哟，穿过七层了，这边是以前的世界吗？好像时空门的感觉哦。什么？干嘛？你们叫我干嘛？一直骂我。哦，采矿！哎呦，前面那个在努力的采矿，然后我来帮忙，真是的，这人手够啦！哦，第一人称哦，哇塞！跟着这名不要挖矿，给我挖矿！呦，走中间，怎么变第一人称啊？力值，哎呦！那里要挖那个吗？不是啊，熬夜把装备修好，互相抱怨呢。好多水晶哦，挖那个到底要干嘛？哦，前面那是99，然后我是101。公主，幸运日，哦，你自己跳哎，我没有按。好紫哦！暴风，重力暴风要来了，重力暴风要来了。重力暴风好像会把人卷走，像一代的时候那个什么，就是女主角的那个取消挖矿撤离了，我们快走啊，那不走，撤离了啦，哦，女主角的第一代的时候，女主角的那个家乡就是被重力场给分裂，
也不算家乡啦，他飘到他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对，然后这一代二代就是要讲女主角到底是谁，就她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无视命令，你疯子哦，我们要被卷走了哦。等一下，等一下，这一颗跟前面那颗到底有什么差别？你这样走那么远来挖这一颗，你到底想啊？哦，有了，战成采矿。大人跑来这边啊，然后就要这样送命了。两个人要死，两个人了。哎、欸，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不是。对对对对对。哎，是我的氧气瓶吗？哇，你不是女主角哎、欸？哎、欸，老贝贝。哦，凯特。哦，原来是你们两个哦，我是谁？原来是凯特哦，女主角叫凯特。然后另外一个，呜、哦，然后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男生是算配角吧，我忘记一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Go go go！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哎、欸，对啊，这个头点哦，不是啊，我看错，我也是另外一个女生的那个的坐的那个船。对啊，无视撤退，习德，对啊。女主角凯特啊，因为她身边有一只猫，对，那只猫它是她的那个能量来源，没有那只猫它就不会中力。啊！哎呦哎呦，我的头！快跑！持续很强。哦，我可以一直穿这个装扮吗？哎、欸。叫达斯提，达斯提就是他的猫，他的小宠物啊。哦，有那个我就无敌了。达斯提。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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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一个女生走前面，太废了吧！丽莎是谁？丽莎是谁？等一下，依然我没看过她。丽莎是谁？你是哦对，然后这个很就是他会用漫画的形式这样带，然后加动画，然后他的是你看二有点 2.5D 的感觉，超帅的。检查重力存量。哈哈，他长官吗？啊！又要赔钱了，又要赔钱了。我还记得一代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为了帮一个一对父子去救那个小孩，就那个小孩被困在一个地方，然后把他们家弄爆。可以先吃饭吗？操控重力啊！所以他的猫是不见吗？所以还能这样工作。我们的麻烦是从被对他们被哦被吸进个重力暴风。哦就那上左边那个黑色衣服就是第二个女主角，算女主角吧。哦所以丽莎是他们的领哦算头头吧。奴隶的一样，那么被重力公主黑崎沙威就是他们一开丽不是丽莎凯特一开始的地方，他们算他的家，对。然后左边那只是他的猫，然后右边那只也是重力的超能力者，他的宠物是乌鸦。
然后女主角叫拉文，对，刚刚有写拉文。所以他们是一艘船哦，好像海贼船吗？哦，啊，这在等很久了。那时候玩一代是 PS 的免费试出的，哦，玩玩看，超好玩，超好玩。哦，如果先注意，如果没有玩过或看过这一款《重力异想世界》的话，你们可能会有点晕。对，我一开始玩的时候也超晕的。对，我会尽量控慢一点。哎，他不会飞走吗？让人跳下去这样。第一章，甲班聚落。搬家聚落。搬家聚落怎么了？我以为哦，凯特复苏吧？对，那个念书。嗯，丽莎怎么了？我以为你今天放假，替我送个口信给米赛。米赛是谁？确有船队有足够的备用重力动力。看好，为什么要我去呢？已经累死了，而且新人就要被虐，偿还所有债务，还有懒惰的工人没饭吃。OK， 斯蒂，好，哎，斯蒂，西西是谁？西西，加醋 ，OK， 丽莎却对人很严，给我好好做，听到没？哦 ，OK， 把口信转给米塞，然后我们来找西西，对不对？西西感觉就是直线。这是谁啊？米赛哦，可以交谈。米赛，采矿场。OK。哎，听丽莎的话，记住我们的规定。OK。这女主角超天真的啊！对不起，失足。没有重力啊！给我重力啊！米赛，你在哪里？有啦，我是跑腿。正在找米赛，准备采光场。嗯，吐了，哈哈，该洗澡。啊，对，昨天才洗过澡。鸟舍，还有地图吗？那边还有，可以暂停吗？地图，好大哦。欸，后面有那个欸，帅哦！他以前地图做哦，这代地图做的比较好看了。一代做的怪怪的任务，悲伤天使，这什么是悲伤天使？比赛，采矿场，嗯哼，我要采矿船。OK， 啊啊哟！刚刚画面怎样？哦，对，我也是。嗯哼，采光船。因为我觉得刚刚不是要叫我再找一个人吗？风暴中的阴影，去看一下，在那边。嘿，赤脚走路有点辛苦。看到米赛了，我不要，我要叛逆的小女孩。嗨 ，OK， 我找你。Rocky， 丽莎数得来吗？重力暴风，嗯，克莱内瓦有个暗色的东西从天上掉到沙石坑。OK， 可是不会不会带拉文过来？我很乐意和你幻想的美女交换处境。但是没有他吗？哎呀，对不起，
超容易滑下去的欸。哦，右下角那个 loading 好可爱哦，你的猫掌。我要去那里，对不对？有点远啊，这脚好像跳过来呢，跳过去也不行。抱歉，抱歉，小女孩，抱歉。跳跳跳！哎，继续走楼梯，走楼梯怪怪的。就是你啦，掐住，掐住，啊！夸张故事，什么？控制重力哦，好难念哦。米赛哦，他是西西哦。对啊，我会控制重力耶，船队重力能量。塞塞，马上过去。OK， 要干嘛、啊？还要我做什么？回去找丽莎之前，欸、是丽莎吗？对，丽莎，告诉风车船上的工人必须检查燃油的供应。CBV 啊、哦，风车船在哪里？哦，又要问人了，是不是？CVV， 哎、欸，他去找，跟着那名少女，跟着他，偷偷摸摸，你要去哪嘞？哦，在这里啊，哎、欸，哎、欸。哎、欸，要帮忙吗？哦，莫啊！好，最简单的工作，不过我觉得我的工作也蛮简单的。Uju 啊，祝你好运。OK，Uju 啊，继续跑。噔噔噔噔噔噔，我问这个大叔。OK， 米赛，你完成了吗 ？OK。洗澡了，怎么大家都在叫我洗澡啊？大家都想叫我洗澡呢，真奇怪。哇，竟然不会重力啊！原来一开始是没有能量的。我那只猫什么时候过来？嗨嗨，哎、欸，两头猪。我们来燃油供应。是你要走？一直工作很认真，很累的。嗯，其实不坏。然后，米莎会变手。我觉得之后一定会跟米莎，去找丽莎，跟米莎被困在一个地方什么的。等下一定会有一个重力风暴，然后把整艘船弄爆，然后我又飘走了。猜的啦，我的有点远，要绕远路。为什么要绕远路？可以上去吗？可以。哎、欸，你待在家里哦。谁？哎、欸，你怎么会没注意到加速跑掉呢？哦，被骂人。可以这样吧。为什么？别哭，娃娃的衣服，那我就不见了。管他的。哦，两个面包，今天哦，好可怜啊，两个面包，我一定吃不饱。就是利用一把。哈哈哈！睡觉、哦，可爱哦。Chapter One， 悲伤天使。哎、欸，起来！什么什么？
不，西西，西西，早上他重复视频的，等一下我过了一天是不是？他昨晚应该没回家吧？我已经不知道这里早上还白早上还白天什么，早上还晚上了。啊，丽莎听起来是他女儿，这假的？哦，不是他的女儿，很复杂的。OK OK。西西跟我们一样是被哦漂流儿。OK， 收留他。西德，哦，西德，我以为他偷懒。西西，西西，我讲啊，他不会开飞行船，他不可能走远，那一定在这啊。他还不该跑去沙石坑。OK， 哦，搬家。多久啊？搬家，这里叫搬家。谢谢你在哪兒？你为什么要这样跑掉？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不管？谢谢你到底在哪兒？你看。西西跟我应该是全村最正的两个妹了。西西，你去哪了？丽莎，问你话，快回答。Really？ 由他去吧。哇，所以他被怪物打、欸，怪物打。哇，好辛苦哦，努力再还偿还债务，他们欠债了。等一下，生活很辛苦呢。嘿，撞小孩，抱歉。哎，你说啦。前面，喜德最好有人正在找他，我就要呛一下喜德。那是猫吗？但一定不是我的猫。猫啊，还是狗？狗是狗，前面是谁？小孩子。我要是看到喜德在找石头，昨天他在鸟舍里，但今天没有看到他。你知道他可能在哪吗？你会跟丽莎说吗？秘密，有谁跑去沙石坑？就是漂流到那里的。OK OK， 沙石坑，沙石坑在哪？我看到他了。CC 你要去哪 ？CC 追上 CC 拜招啊 CC 不要走啊 CC！ 哎，沙石坑，所以我们停在这边采矿吗？还有什么 BGM 停了 ？BGM 不要停啊 ！BGM，BGM，OK，、okay, 快到了。上面感觉很漂亮耶，终于有陆地的感觉了。这不是我跟喜德降落的地方吗？嗯，黑崎萨维一定很遥远。没有达提斯提，我念达提斯啊，达提斯是谁啊？怎么记得有个人叫达提斯？那、啊、算了，我要操控重力啊，拉文。嗯，对，拉文比你强多了。这是哪、啊？竞技场是不是 ？Arena， 我必须回到上面找西西。这是 竞技场吧？来了！西西脚程这么快，他已经……这也太漂亮了吧！他怎么飞过去啊？我也可以直接滑上去吗？哦，一下可深的呢！可以啦！这样会转太快啊！我看一下系统怎么可以调。难度设定一般，好，一般就好。操控界面，好，这个我之后再学。摄影机一般，不要反转，一般，里面50/50，好，都50/50就好。虽然不太习惯那么慢。哎，我按跳了，让我按跳。啊哒，嘿，跳。C C， 你可以到位啊 ！C C，
谁谁卖糕啊？不是卖糕啦，卖灶啊！哇，天空突然变好暗，真是太奇怪了。我看到了西西，西西，这一定是错觉。什么啦？奈币，奈币，搞屁呀、啊！就是我怪物吧？奈币，R2，R2，翻滚，救狼哦！哎呦，我再翻一次，因为我现在真的好痛。自动保存。哇，又要重力风暴了吗？果然。终于暴风，然后船要被拆了，不会要被我拆到了吧？有个大的来了，乌有庞然大物而来。西西也 get， 撤退，他们要撤退了。果然抛弃我们两个。哦，你们船上没有正妹了，只剩我们两个都不见了。来找我们了，西西，回家啦！西西，该走啦！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你妈！西西，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哎哎哎，痛痛痛痛！我的血量，我看到我的血量了。嘿嘿嘿，英雄，西西，他这个地形好难走哦。哎呦，西，你到底在干啥嘛？你是发疯了吗 ？C C， 干什么？蹲在这边。哦，手熟，是手熟。快点，快点，三贴回家了。不、哦，不能三贴了。应该脸应该烂掉了吧？手手。哎呀，大斯蒂，出来了，太扯了吧？大斯蒂。哎，安安。啊、想试试吗？哎、欸，当然，当然。喵。拉西亚。Go go， 吸引巨型奈币的注意。OK OK。R1 Go go。R1 我现在有那个哎 ，QWE 哎，这叫QWE 吗？就跟火影忍者那个一样。按什么按什么？致命一击，正方形。致命一击，只要触控 ，OK。哦，对，大绝是不是？来了，变身了。旋转，旋转。跟一代招式一样。哎、欸，没有那个波就不见了，是不是？有了达斯提和操控重力的力量 ，OK， 回到聚落时，被骂了，被骂了。好可爱的林子猫。好严苛哦，同样的悲剧。他女儿应该是，女孩啊，我是说凯特，换过去当作是在撒谎。但他嫉妒了。哦，有空房可以用空房了。是你的伙伴。哦，我为他继续睡那个压房。他脸着地哎、欸，
沙莉的道歉慷慨，嗯哼，做两份工作，至少我有床睡了。想干嘛？我在睡觉的时候想干嘛？我的衣服，为什么衣服会？我的衣服出来了，跟新的一样。哦，所以衣服是坏掉，是不是？喵喵。哎，是变好了，该来飞一飞了。好了，喂，尝试漂浮嘛，等一下啦。哇，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了。OK， 那这一集的Gravity Rush 讲英文好像特别奇怪，嗯，那这一集的重力这样讲中文好像很奇怪，那这一集的重力异想世界二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我的重力异想世界二，可以帮我按下喜欢，想去收看也可以点我帅气的大头贴订阅，怕错过我的直播新影片别忘了点铃铛按钮。我是羽毛，我们下一集 Gravity Rush 2再见喽，拜拜。